转一下身。 腰曲往那边伸，往那边伸，伸开，啊，在你这个就是比较慢，跟我一下，我往这，好，OK，大方一点，好，哎，可以嘛，<笑>你走画，走画其实这就走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很大方嘛，放放放放，因为你那个力量一来，我就。 因为感应力比较好，我们感应力，你感应力，你感应不到啊，那这边用力，对不对？那你一说你感应，你看大方一点，又犹豫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停到那了，我停到那，对啊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好，好，这是一个阶段，但是如果规矩的红绿旗啊，你是听不到啊，你听到什么？ 听到什么？哎，这厉不厉害？啊，根本就听不到，好不好听？这个，用力的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理嘛，这题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听不到吧？ 鱼听到没有？岸听，你只有挡到，但是你挡到才听得到，其实是听不到，骗你的地方。红鱼进来了，听到没有？<笑>你不要看红鱼起岸很厉害啊，鱼。 Thank you.